好，是阿宽。好，大家好，是阿志。好，今天看到这个大箱子呢，大家一不知道到底要开箱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这是开箱，这里面是我们，就是我们影片就很多都拍这个东西。那就是作为我爸说会每个月给我们一些买这个东西的钱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先快速拆箱。嘿，他和他开打开就是这些东西，有这个磁力的吸接，这是我的。然后这个是圣手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计时器，比赛的用，那个用叠杯也可以用魔方。然后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接到那个的显示器的那种线，这种就用不到了。然后还有这颗，这个是花瓣升阶。然后还有这颗坦克的二阶五魔方。嗯，还有这个就是叫什么？噔噔，北极星。那我们就一样先慢慢拆箱。对，好了，就是这些东西。有这个吸尘器，它现在都还油油的，哎，现在看有点出来，就是你光看都看得出来它是油油的。屁，怎么看得到啊？它就是感觉是油油的，转起来的感觉，哇，还真的是有磁力。哇，手边超油的。它就是中心又包着一个5×5的魔方盒，然后接着是，这个是这种东西，这些没有。然后这个是花瓣三阶，它就是跟三阶一样，只是它的造型是这样，造型特别而已。走个公式看看，有点卡，这跟潘朵拉类似了。我觉得可以。那这个嘞，我看一下这个质感怎样。哇，这感觉超大颗，一颗跟我手掌一样大了。然后这个是二阶的五魔方，二阶的坦克的，对，啊就是一样了，就是变成它跟解那种3×3和2×2原理是一样，就是你会解三阶的，你就会用三阶解法去解这个二阶的。知道中心还多了这个东西，这个白这个东西，这个这个中间这个，然后还有这颗北极星，北极星它就是重头戏了，对，它就是可以这样转，这样转，然后呢，你只要把它全部都转一次，哦，看起来像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某个角度就可以这样转，那好喽，噔噔。它就直接可以这样转，然后超容易爆掉。这样转，要全部都转？哎，没有，就是直线的，对面两个可以不用转就还好。就是超容易爆掉一颗，它感觉就超危险。它感觉，你说，然后这颗魔方还有附一个底座，这是魔力。不是这颗魔方啊。他直接丢在这箱子里面，然后重头戏哦，3、2、1，噔，计时器，这个是爸爸大哥送的，耶，大哥送的。然后他现在是没有电，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太烂还是没看过，就是可以拆开，他就是一个超强磁力，你看，哇，有这个声音。那个声音超恐怖，大家嘣，就是一个弹簧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把它装电池 ，Go， 那是要小那种电池。OK， 那现在装好，但是这个盖子，不然那个螺丝不见了，我就只能这样子。它就是盖起来就好了。就是你这样压，这样子，然后你放开这个，是不是？哒哒哒，闭，它这样停。哦，
然后这边有个 reset， 就给它，那就重置了，然后 power 就是关掉，很酷。来，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，按你把那个你把那个装上去，按你就直接盖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我可以盖起来。来啊，我先放那个螺丝不见的，来，我要解，不是，我要先解。好了，我先打乱。啊，不能观察吗？哦，你可以自己看啊，就是观察十五秒啊。那算他没有计时，是吗？对，他没有观察，那就直接开始计。好 ，OK， 你就要计十五秒观察。看自己哦。三、二、一 ，Go。亮亮亮亮，好烦的。呵呵，好笑。目前时间过了十五秒。屁啊！啊，这手速很可以哦。太烂了哇！烂透了。直线没错，快衰竭第二层，解完了吗？下一个，好，第二层解完了，第三层，好，里面变快，哦，脚快，最后一步，最后一步，啊，这块好了，里面拍了吗？几秒嘞？58秒45，耶！哇！嘎嘎嘎！好，来，现在换我。噔噔，再看一次。3秒45，然后 reset。好，不见。来吧。打乱哦。等下观察15秒，嘿。一直是闪啊，很刺眼，将镜头看不会那么刺眼，但是我们这样看就会超级刺眼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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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目前已经21:28。可不可以按到31:09？哦，原本29秒的，我按太大力。不是，我觉得妈妈手机记太快了，她的速太快，我这样十分转都58，你知道吗？哦，31秒。看到31:09，哦，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这有点模糊啦。一直拍，只要调高一点应该可以。嚯，按到最后0.09。0.08，我要试试看。我是跟老师。按那个 reset， 我们两个无聊的在那边比赛。0.08，来，开始先到0.05哦，第一次。对啊，0.09第一次，0.07第二次，第四次吗？五次，这第六次吗？第六次，好再来。第七次，第八次，第九次。哎，大家停一下，我们到每到十次就降低0.01秒。标准像这样。十四，好，0.08，来，0.06，哈哈，0.21，哈哈，一，二，0.08，四，哈哈，五，
六七八，好久，十来0.07，一二三四，啊，这总共花了24次，然后我挑战好了3、2、1。0.08，你帮我记次数哦。阿芝记次数。0.07，哦，0.06，3次了。0.06，4次。哎，0.41，阿芝你记次数哦，这是第60。哎，0.7，0.8。0.07，0.07，几次了？第10次。哦，0.06，好，11次刚好。耶！哎，那我们来玩生理时钟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一分钟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阿志，一分钟。来，先，阿志，来你的手。你要倒，我先看一下他的时间，倒握着，倒握这样倒握着。我看一下他的时间多快。阿志测试中，然后倒握，这样倒握。来了，阿志放开就开始计时。按了吗？阿志，你要按了吗？完了、哦。还没，两手都要按。好，阿志的时间，我看一下。我的按着，阿志很准呢。1:04.48，哇！好，换我。你要按了吗？按了吗？这个时间，不行很不行赢我了，耶！1:02.58，那我们现在10秒好不好？快一点的，不应再观察了，不应再观察了。怎样？啊，这请你过来一点点。好好，停，过头。嗯 ，OK。9.64，阿志差3.6秒，就刚好10秒，3.6，哦，0.36，屁呀，3.6秒，你输了。耶，演一局，对的，恭喜，演一局。来，我们再来个5秒的，好不好？来5秒的。好 ，OK， 来。一分钟才差大概3秒，平均3秒。阿志，请你过来一点，你要倒着拿。这手，我操，这时间到了，4:81。4:81，开始吧。你要按吗？你不按，好，你输我了。好，那就是以上这个就是简单的开箱。我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转两层？好烦哦。
哎呦哎呦，阿志还超油，阿志把它拆了。哎，他真的拿不起来。真的超卡的，对啊，超油的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不知道，现在看不看得出来？它就是整个就超油的，整个就超油。哇，整个就超油的。阿志拆掉计时器中，嘟，那个脸是怎么回事？所以你在干嘛？电池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个结尾好不好？我做结尾了。好，然后那这现在就是我们的魔方的开箱，有这个花瓣三阶、实力七阶、计时器，然后还有啊，这是我的，然后、啊、这个二阶的五魔方，然后之后有如果想看我们解的话，我都可以拍那个。其实我这个想一下就会解了，这没有很难。然后但这个北极星我真的不行。北极星是超难的，之后有空再学吧，不知道。手捡到。好，那就这样咯，记得订阅，记得开小铃铛，记得按赞，记得留言，记得分享给你好友。不用记得留言。我欲想留言就留言吧，那就有什么建议，什么想看我玩的游戏，什么东西，想看我拍什么，我们都尽可能去拍给你看哦。那这部影片就这边结束咯。拜。